是他们的男厕所，还好里面没有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我是印度小哥江江。这期视频是一个小 vlog， 今天我要去一个电影院看电影，但时间还早，所以我去了外面一个咖啡馆这边喝吃点东西，点了两杯奶昔，猕猴桃和蓝莓味道的，一杯18人民币，然后一个披萨要花30人民币，有几种蔬菜、香料、蘑菇什么的，都是素的。现在进入了这个商场里，其实我这边本地只有一个商场，他们的商业也不好，因为人口小嘛，所以这边他们只开了一个电影院，其他所有的店和买的东西的地方都关门了。就这么巧，这个商场也不是很大的。今天看的电影的语言就是英文的，因为电影是类声的电影，就是美国的电影，然后下面会有英文字母。我到这边有点早，所以我在等，就像这个小姐姐一样。其实里面也可以进去，但是我选择在外面等。Box Office 那儿可以买票，但是我在网上买了票，也要看 3D 电影，我花了26人民币一位。然后那个 APP 给我发了一个二维码，然后这边给你们看一下我想看电影的 poster， 其他人也在等。安全检查后，我就到了他们的这个厕所里，没排到门口那边。一般的话，他们不允许我们拍视频什么的，但是我来的这个地方就给你们看看吧。就这样，就是他们的男厕所，还好里面没有人，所以我很合适，不是很好拍视频什么的。这就是门，安全检查后进去，在这边。这个电影院少，所以这边既有3个电影屏幕，这边有能休息和坐着的一种区域，沙发什么的。然后这边就可以买汉堡、其他小吃、爆米花、可乐、饮料什么的。之后我进入了这个电影院里面，他们送了 3D 眼镜，因为今天的这个电影就是 3D 的。最多人就在后面，不在前面。前面走的话票要便宜一些，最后面要票贵一些。之后他们就放了印度的国歌，电影开始前所有的电影院要开我们的国歌，然后我们都要站起来唱我们的国歌。总有电影中间有一个休息的时间，这个时候有的人可以去买些吃的东西，或者可以上厕所什么的。服务的人也会来这边问问我们要不要点什么东西，拿菜单过来的。这个时候还是会看得到各种品牌的一些广告什么的，就这个样子。我就是跟你们说的，后面都是满位的。我们其实点了2份爆米花，2杯可乐，还点了土豆炸丸子、土豆即食炸丸子，还有印式面条，就一共花了620卢比。对，可能你们好奇，谁在跟我一起的是阿树弟弟来看电影的呀。这就是我们点的东西，我差不多爆米花要吃完了，我们送这些炸丸子和面条送的有点晚了，一去了电影院就晚上了。这就是我们今天来的小商场，然后旁边它的停车场什么的，有一些商店什么的。开摩托车回家吧，这里就是简单的电影院分享着完了，我在回家的路上了。如果你们觉得我视频有趣的话，可以给我点赞，可以关注我的频道，我们会见，就在下一期视频的内容里。有建议的话可以告诉我，我还可以拍什么呀。我是你们的亲爱的印度小哥江江，拜拜。